今天我又来到了桃园的文石山，这是以前我来捡石头的一个地方。我拍视频呢，有几集视频是在这里捡石头。这次我来呢，发现这边也有很大的改变啊，变化挺大的。这边和原来差不多，然后看这边前面这个大坪，还有这边的坡上，全部都已经填平了。然后也修了排水沟，上面是应该是要修护坡的，这个坡全部都要被填起来。那可见以后呢，在这里捡石头的机会估计就没有了。看我今天在这里能不能捡到心仪的石头吧。我也没抱什么很多的希望，但是我捡石头的标准吧，不是固定的。一般出去捡石头吧，基本都能捡到一些石头。这里块石头我觉得应该是，你看这么看什么都看不出来，但是我觉得这应该是个玛瑙的羽化石，应该是个重彩。这里能看出它，能够看出它的那个色彩，红色啊。拓开看一下，这个应该是玛瑙质，这里的要洗干净才知道，等会儿我洗洗就知道了啊。看看今天这一块是不是一个好东西。哇，这个是个玛瑙吧，这是一颗，不是，刚才手里捡的一些石头啊，洗了一下，这几颗，这里面，就这几颗，我发现可以拿的石头就这个，这个还不错，然后呢，就是这个小的。非常漂亮，小玉子，这两个，这个不要了，这颗石头是我最后捡的，这个挺好看的，看，这颜色也很特别，里面的纹路和它的画面都是很特别的，带有那种蓝紫色。这个线条，选几个吧，选这三个。捡到一块这样的石头，它的造型和这个纹路我觉得还不错，有点像木化石啊。这个不管它是什么石头，我觉得这颗石头还不错，可以捡着。洗干净以后我相信更加漂亮。然后这里在这个地方我发现一块绿色的，它外面带有指甲纹，可能是玉化的，全玉化的。小心，不太大，看这个，哇，好透啊，看一下，哇，这是个玛瑙，好完整啊。刚刚捡了几个小的，这是一个瓷白的玛瑙，
然后绿草花一般般吧，还可以。这是个玛瑙，然后这个龙鳞纹的那个纹石，看这一面是这个样子，哇，这个纹路特别好看。又捡了几颗，这颗是一个玛瑙，看很光滑的一个缩把件，很多指甲纹哦，土哥你看到没有？这是有点偏黑色的，可能是褐色。这个手把件很好，这是个像是绿富贵啊，很小的，看富贵玛瑙，富贵石，这个不错。然后一个红色的，也是个玛瑙。这个就这几个，这个当个手把件非常不错，超级光滑，洗洗去。洗了以后，这块石头真不错，手把超舒服。刚才几块石头里面扔了几个，然后这个还可以拿，然后哎呀放这儿，富贵就不用说了，这个漂亮。然后捡了一颗这样的，哇，这个是雨花石，小雨花石，玉化的，这种绿色像孔雀绿、孔雀蓝的感觉了，有点深深的。这种草花超级漂亮，像这种珠子做一个那个锁骨吊坠，特别漂亮。小精品。这一块还有一些石头，然后那前面是老山，相对来说可能好捡点，石头也能够看见，在这边看能不能再捡到一些什么东西吧。今天天气挺不错，现在捡石头越来越难了，捡到好点的好看的东西呢不是那么容易了。往前面走走吧，里面走走。现在在这山里面，这里面刚才捡了几个小小的，这是比较老的地方。看刚才捡了一个文字石，一个山，特别形象。它还有深色的背景，旁边还有一圈白色的，对比形成鲜明的对比，特别好。这个文字石捡了这几块好的，啊，玛瑙这个还行吧，这种。关键是这一颗，这颗玛瑙挺好看的，它外面是那种白白的，它是一种风化的浆皮。我刚开始发现的时候，干的时候特别白，就不像玛瑙，看不出来。啊，洗干净打湿水以后就变成这个样子。它这里有个眼窝一样的，中间是水晶，这像个嘴巴，很完整的。打光特别好看，打光是那种泛绿光。来，下面打下光，来看，哇，泛荧光的感觉，超漂亮，哇塞，起风了，
刚捡了一块特别细腻的，然后又发现一个，黑的哪去了，看这是一个玛瑙，从外面看能看出来，哇，有泡泡，玛瑙，就感觉天有点阴了，有点暗。看这块玉子，嫩红嫩红的，哦，就像肉一样。终于到了这一片最后的一片后花园啊，这就是唯一可以捡石头的地方了，以后就没有了，就这一块。这块地方呢也被人捡了无数遍了，很多年了，这个地方老地方，最老的。我刚在这里捡了一块这样的石头，看看啊，看，画面是，就像个胎儿，看到没有？头，这头、眼睛，这下面，这个就像个胎儿，你看倒过来看，而且它是绿色的。还有一点点的玉化，用手电打光还是微透微透的。这个石头非常精彩的彩色，外面绿色，里面是偏红色。你看前面像小胎儿，可以取名叫孕育，不错。这个石头今天还是有收获的，刚来到这儿捡了个富贵，绿色的富贵，富贵石，拍清晰一点，放大。这是富贵玛瑙，中间有一块透明的是玛瑙，捡了半天，捡了两个绿色的草花油花石，还没洗啊。洗了这是，洗了之后看看这个颜色是特别鲜艳，特别好看，就是裂比较多，做一个鱼缸石很不错，非常漂亮。看看这个颜色多鲜艳，看这个，这个就细节多了，而且也挺完整的。摸起来是凸起的，浮雕的感觉。这块不错，天不早了，差不多吧，今天捡的石头也挺满足的了。现在石头越来越不好捡，这是今天的收获。这些
走了。关注猎奇者，带你体验发现之美。